你把那个给鸡子吃了，我到时候吃鸡就行了。 这个不打了啊，这个不打，这个是种玉米，这个是种玉米。下午你在我们家吃饭啊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好的。去我们家喝水。我把这个机器弄回去了，一会儿一会儿就过来。我跟你帮忙。啊，你给我帮忙，太后边。 嗯，十个，喂五个都行。我没有你厉害，我记住，我没有你厉害。你个猪好久了。没有，<笑>我喂两个够了，喂五个没死。<笑>吃的时候也多呀。 我今天有一个，亲家们，做亲戚回来了。过年了，就是有好多亲戚要走呀，忙的。今天在我们家吃饭，不急吧？很麻烦的。不麻烦啊，我给你帮忙。不帮忙，你走走走走，去馆子啊。好，谢谢，太客气了。 多谢谢啊！好，谢谢，谢谢给他。我不喝茶叶，你喝吧，饶你吧，我不喝茶。哪里茶不喝？哪里茶不喝？来，给你，我不喝茶叶，来。好，谢谢。你们有好意思啊？好意思。你怎么？
我给你泡了，在里面。坐了。美女，你少做一点菜，做多了吃不完。多吃点肉，多吃点素菜啊。吃不了。 豆豆在哪？豆豆是不是在我们家？你叫他回家吃饭。去哪儿啊，飞？找豆豆，快点回来啊！哥哥，我来请你吃吃饭。我吃在家里吃了，你们就操心吧。啊，走吧。 我坐在家里吃，龙，啊，游客呀，啊，坐着吃饭，走，进来进来，你快做我要米饭，来，吃，拿土豆片，你要叫什么？叫飞米阿姨，你刚才说的什么？叫奶奶，好嘛，对不起。 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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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来，大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